郑嘉颖、朱晨丽、陈静、罗兰姐呢日出席新戏首映。近日林作向陈海林细佬挑机，开价500万求验 DNA。事件虽然吸引唔少网民食花生，但就一啲都冇影响嘉颖同太太 Grace 嘅心情。在6月23日踏入31岁的 Grace 就得到24号老公安排浪漫庆生，懒理是非啊！我哋两个就如果计埋今年咧，就连续7年咧都去有一间餐厅，我哋每年佢生日都会去嗰度食晚饭嘅，都希望呢个传统可以维持落去。系二人世界，系二人食。咁叫埋两个细路，我哋又冇得食噶啦。咁即系希望佢可以生日都可以放下假，唔使再凑，即系睇住两个细路啦，可以安安乐乐咁食餐饭。你拣咗礼物嗰边嚟噶？唔话你知啦，得噶啦，有分数。系啦，咁啊，最近林作嗰单嘢，会唔会都影响咗阿太太心情？有冇影响到佢啊？佢完全冇影響心情喎，係啊，但你會唔會即係都會覺得呢件事突然之間，即係佢無端彈出嚟，覺得好莫名其妙咁樣啊？咁莫名其妙就梗噶啦，係最緊要就隔離噶喎，就梗噶啦。咁但係冇影響個心情，咁我咁就最緊要係冇影響我太太心情，就唔會影響到我心情嘅啫。咁唔會影響我心情，唔會咯。總之我覺得呢件事啲咁無聊嘅嘢，唔回應係最好嘅回應啦。嘉颖在电影中和火辣性感的 Dada 有不少情欲场面，鲜有拍摄这类戏种的嘉颖算是近年的大胆尝试，不知道 Grace 又欣不欣赏呢？这个剧本啊，跟着有没有想过死啦，会不会都怕太太会担心啊这样？那剧本又没有写到的尺度是怎样的？即有些啦，但是就觉得都应付到的，只不过有时候去到现场又另外一件事啦，现场或者加加减减啊，不過加多嘅，唔係減多嘅，咁就會咁。只要個女演員或者你同佢溝通到、溝通好，咁通常啲導演都話：阿 Dada OK 喎，跟住就望住你，即係下一句就話你唔 OK 啊嘛。咁即係咁都要拍㗎啦。咁如果出嚟嘅效果係好嘅，咁我覺得應該拍嘅。係，但你不嬲都係即係對住太太係有嗰句講嗰句㗎嘛，你都要坦白講俾佢聽㗎嘛。講有講。跟住佢都你都佢點啊？有冇話？咁佢好彩到時咁樣。咁其實唔係嘅，太太最好即係佢都係演員，即係佢都做過戲嘅，咁佢都明白有啲嘢做戲啫嘛。如果調翻轉咧，如果太太咧佢拍。一啲比較大尺度，你又接唔接受？最好唔好啦。朱朱一直期待同嘉颖合作，今次喺電影中佢哋飾演兩公婆，朱朱更大讚嘉颖靚仔有魅力。其實我都恨咗好耐同嘉颖哥合作㗎啦，但係一路都冇機會。我入咗行咧之後咧，佢就拍咗其他啲戲啦，就冇機會合作。直至到我終於可以做主角嘅時候，佢就出咗去啦，佢就冇再翻嚟拍啦。咁。啊！好開心啊！今次多謝多多指教。你唔好咁講啦，真嘅真嘅。多謝你俾呢個機會。千祈唔好咁講，千祈唔好。咁今次咧又可以飾演一對夫妻啦，同埋我哋有一個好可愛嘅仔仔咁樣啦。佢的而且確真係好得意，好 Q， 咁令到我哋咧真係似一個 family 啊。咁其實呢一套戲帶俾我哋。我自己啦，我就覺得好渴望有一個家庭，有一個好似咁靚仔咁對老婆咁好嘅老公。快㗎啦，得㗎啦。Dada同阿朱朱，你又有一場激動嘅戲喎。肉搏戲係肉搏戲喎。我哋嗰場肉搏戲係嗰場戲係因為我真係動作上面咧，我係有啲弱點嚟嘅。係咁好彩朱朱係有補導嘅兄弟，所以佢係搣住我好多。雖然我是主攻那個，但是他是表情他每個鏡頭都比到足，我很感激他，因為我動作 是缺乏經驗的，